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各位善知识，虽一地所生，一隅所扔，而诸草木各有差别。这就是说明差而无差，彼即全而实。诸草木虽然有差别，舆论是没有差别。众生的根性虽然有千差万别，在佛说法的力这方面来说是完全没有差别。上面是利比，是比方的说明。现在法和，第三法和，以法义来和前面的比方。法和有两端，第一和无差而差，第二和差而无差。就是前面说明这个实无差别，全有差别，前面的比方现在用法义来把它配合起来。和无差而差有两端，第一是正和，那么正和里面呢有和能润，银字下先和能润，然后提这个比方啊来和前面的这个提前面的比方来和这个法义。这里就先和能润，假设当知如来亦复如是出现是出现于世，如大云起，以大音声而普遍世间世界天人阿修罗。这个文字比较长，这一科一直到第137页的后边算来第三行，我们随现在就是跟着这个文字边念边讲。佛对这个迦叶尊者说，因为前面的比方已经说完了，现在要叠合这个法义，所以叫一声迦叶说，迦叶，当知，你应当要知道，佛是用鱼来比这个说法的能润，所以说如来亦复如是，这正是叠合，佛出现世间跟天上下雨滋润一切情况可以说是相同的。佛出现于世间，就是应身出现世间了，我们凡夫众生乃至二圣所见到的就是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应身相，降生出家修行成佛以后，说法的那种境界。佛出现世间好像如大云起，好像天空中啊雨要下雨之前的大云密布的情况，这就是和前面的生命，以大音声普遍世界天人阿修罗，用很大的声音，就是等于后文的打雷，遍于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是三善道，总指这个三界内一切众生，那么佛出现世间对于这个一切众生说法，所以叫做用这个大音声啊，普遍这个世界对于一切天人等众说法，这就好像云普遍于这个世间
然后下雨的情况一样，那么所以说如比大云，遍覆三千大千国土，就像前面的比方啊，这个密云密布的情况一样，遍布于三千大千国土，那么与大众中而唱誓言，佛在大众之中，公开宣布他所证的究竟正觉，那么我是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劫，无上师，调意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列出佛所成就的究竟正觉的佛的十号啊，来说明佛的究竟正觉啊。那么对大众宣布说，我已经啊在菩提树下亲证究竟果觉啊，具足十号，如来就是方通仙的号，后佛如仙佛之再来，我就叫做如来。应供是堪为福田号，为九法界众生的福田啊，应当接受九法界众生应供养，所以佛是究竟应供。正遍知是遍知法界号，正知遍知，正知说明他所有的智慧了解一切诸法的正确性，正遍知显示无法不知，周遍十方尽悉空间，乃至过去现在未来时间空间数论恒论，一切世间所有的法，世出世间诸法，佛没有不知道的，所以叫做遍知。明行足是果显阴德号，明三明，这个行就是万性成就了啊，那么明行足啊，就是显示福足慧足了啊，这个历劫修行，烦恼断尽，无住究竟，二死永亡，成就圆满的究竟果的，所以果显阴德号啊，以究竟果觉显示因地修行的圣德，果显阴德号。善事，事就是去，来去自由啊，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故名如来，所以来去自由，很自然的啊，所以叫做善去，也就是善来啊，来去自由，所以叫做妙往菩提号，究竟成佛啊，很微妙的成就正觉啊。世间劫，那么就是达伪通真号啊，世间出世间一切万法彻底了解，所以称为世间劫。无上士，调御丈夫，如果把这两种合并起来，那么加上世尊就十号，这个叫做设法从道号啊。佛十法界中最上，没有比他在上的，所以叫做无上啊。四就是指这个人，那么佛就是十法界中啊究竟果觉之人了，因为他善能调伏一切刚强难发众生啊，那么使众生都能够断烦恼了生死，所以调御丈夫啊，设法从道号。天人师，应机守法号啊，为天上人间最尊之师。那么佛虽然是普度一切众生啊，但是人间天上正是接受度化的啊，这个主要的众生啊。那么真正能够奉行佛法而修行得解脱的，那只有人道，天附带言之，不过天人有善根的也可以，还不如人道就是。所以正心律去菩提呀，为人道为能儿啊，只有人道众生才能够真正做到断烦恼了生死的工作啊。佛三觉圆明号，究竟佛国，就自觉觉他觉醒圆满，
佛陀就是觉啊，究竟觉悟叫做佛陀。世尊九界独尊号啊，成就前面的殊胜功德，九法界中最为殊胜、最为超胜、最尊贵，而叫做世尊啊。那么这是以世尊为第十号。如果把无上士条衣裳服分开来，那么到了佛就十号了，世尊为总号。这两种说法都有，在前面讲续品的时候已经讲过，现在不必再说。这个意思是说，佛公开对大众宣布我究竟正觉啊，那么你们跟我学习才能够真正做到究竟果觉的目标啊。那么这就是显示佛成就一圣的果德呀，以十号来表达，显示功德的究竟圆满。下文是显示佛度众生的，那么依四谛成就四弘誓愿，做度化众生的目标啊，达成的目的，未度则令度，还没有得度的，还没有度苦恼的，使他得度苦恼，就是说还没种善根的，替他种善根，那么善根种下去还没有成熟的，使他成熟，然后使他得到解脱，未度则令度。所以这就是说明苦地啊，众生无边誓愿度，未解则令解，不知道几地的，为他说几地，使他知道断烦恼了生死，那么必定要学法门。所以不了解的不了解正法的，使他能够体悟了解，未解则令解，那么这就是法门无量誓愿学啊，达成使众生断烦恼了生死的目标。未安则令安，这就是烦恼无尽誓愿断，烦恼断才能安，烦恼不断不能安啊。所以这就要烦恼无尽，必定要誓愿断，那么这必定要修道地才能断烦恼。所以一道地呀，说明应当要断烦恼才能得到真正的安宁。未涅槃者令得涅槃，这是指的究竟佛国的涅槃还没有证到究竟佛国涅槃的，要使他将来证到究竟佛国的涅槃，这就是佛道无上誓愿成。四十余年来方便说法，三圣圣国都是涅槃，但是声闻缘觉的涅槃呢，只是方便的涅槃，不是究竟那么只是有余涅槃而已。现在是要一切众生都证到究竟涅槃，所以还没有得到涅槃的，要他得到涅槃，这就是佛国无上誓愿成，也就是一灭堤呀，来开导众生，使他证到究竟涅槃。今世后世如实知之，今世今生现在世后世未来生这就是以天眼明、俗命明、漏尽明便知一切众生这个轮回生死的情况这个叫做三达三种通达的法门三达门通达过去现在未来三世无碍，具足这个三明。所以对于世出世间一切诸法一切众生那个三世因果的一切情况，在佛的智中大圆镜之中了了分明，清清楚楚所以说我是一切知者一切见者，一切总包括世诸世间，无论横论竖论时间空间一切诸法，无论是世间出世间一切诸法，完全按照实际情况完全明白，所以叫做如实。如指这个诸法的实体如实照诸法的实体就是这个样子，佛了了常知
所以佛是一切知者，知就是指佛的知见，前文所说的开佛知见的知见呢，佛的知见究竟彻底明白诸法，是一切智者，一切见者，那么以佛的智慧了了常知一切诸法，因为佛有无眼，无眼法门呢，了了见于十法界的一切诸法。那么因此佛是知道者，也是开道者，也是说道者。知道显示佛的一轮不思议化，能够知道众生的根基，这个知是内心所了知的，所以是佛的意业一轮不思议化，那么一轮不思议化，它能够鉴定众生的根基，这就是智慧见机呢，开道者，开是开导，开导众生，使令他能够去向于究竟佛果的无上菩提之道，就是开示众生，使他去向于无上菩提道，那么因此是个说道者，说是口轮不思议化，从口佛的经口说出一切诸法，所有的修行法门来开导众生啊，使众生能够得到佛法的受用，这就所谓三不复，身口意三业，不必用复词，自然而然能够应机说法，应机现身，应机来彻底明白，来鉴定众生根基。三不复啊，复是复词，保复，不像我们凡夫，对于身体不让它造业，要保护它，要想办法扶持它，要控制住不要让它造业。对于口要扶持守口如瓶，守口如瓶，用保守的方法扶持的这个口业，不让它随便说话不让它造口业。意地也要照顾它，不让它去胡思乱想。佛不必这样啊，佛完全不必用意去扶持啊，佛就不必像我们要扶身、扶口、扶意，不能让他乱动。佛已经烦恼完全断尽，所有这个身体的一举一动啊，完全合乎佛法，绝对不会有错误。身轮就不必扶啊，那么说话绝对不会有错误。世间好语佛说经，佛在42章经里面说无言如蜜，中边皆甜，佛绝对不会像我们说错话。我们凡夫啊，平常讲话讲多了，有的时候口不随心，心里想的本来是要讲这样的话，可是嘴巴不随心啊，讲出的话不一样，例如讲经啊，话说多了，到了后来呀，他有的时候讲多了，这个嘴巴呀不随心啊，讲出的话跟心里想的不一样，那么这是口没有办法复好啊，我们就是要复他还复不好，佛不用复，不用复，因为佛他的身口意三业就是好像一面镜子，什么相现就现什么相，大小高低深浅一切正好，不会相差一丝毫。就拿这个世间无情之物的镜子来比方啊，您试试看，您拿一样东西在镜子前面照照看，跟你所照的那个物品在镜子里面所现的像，是不是相通啊？完全相通，一模一样，一点也不会有不同的地方。那么佛的身口意三业情况也是一样的，不必复，不必注意，不必控制，不必照顾，自然而然的现象，那么这就所谓如来成就这个三不复的殊胜功德，不用复持，
那么他身口意三轮不思议法，不必用向我们凡夫来护他，随时都可以呀、啊。大乘他有度化众生的目的，所以他是个开道的，是个说道的。开道说明他是过来人，他是开示无漏佛之之见，亲自经验过来的人。现在开导众生，使我们一切众生也能开示无漏佛之之见。那么要使众生悟入佛之之见，必定要说，所以是个说道者，那么他说的完全正确，绝对不必向我们要付出啊、恐怕说错，他没有这个情况。所以佛对一切众生说，你们只要好好来听法，必定能得利益。是如当天人阿修罗中皆应道此，未听法故啊、你们所有天人大众统统都要到这边来，为什么要你们到这边来呢？为了要听法的缘故啊，你要听佛法必定要来，或者有人会想，为什么佛自己在哪里赞叹自己呀、啊、说他自己了不起呀、啊、这个不是赞叹自己，他不说谁知道啊。如果佛他不说说我是一切智人，那谁知道他是一切智啊？那么他是不是一切智？您可以测验呢、啊，看他说出来的是不是正确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40多年的时间呢、啊，不晓得经过千万次的这些外道的测验呢、啊，都证明佛是一切智人。所以佛不这样公开宣布，谁也不知道他已经是究竟正觉。这个情况为了要度众生，就不能谦虚了，不能说我还没有啊，不能说这个话，说这个话那大家不敢相信了，那佛既然他自己还没证到，那么你说的话谁相信啊？会变成这种情况。所以佛必定要把他亲证的实际境界完全说出来。这段文看起来好像是含有表现自己的情况，实际上啊，这段文就是包含整部《华严经》啊，包含一个整部《华严经》。话为什么这样说呀？《华严经》里面就是完全说出佛的境界，说他亲证的境界。佛成佛以后所亲证的境界在华严经里面完全表露出来了，但是不能说是在法华会上，在这个药草一品又把这个80卷的华严经整个搬出来摆进去啊，那还得了啊，众生怎么有办法承受啊？所以只好用这个最简单的言辞啊，顶多不过几行文字而已呀、啊。说我是一切正觉，我是已经究竟正觉者，我是个知道开道说道的，那么大家自然就来了。实际上这个话佛自己并没说，谁说啊？华严会上那些大菩萨说十住，说一直到十地等觉，尤其文殊普贤说的最多了，那么这些道理在华严会上都是其他的大菩萨们呢替佛完全表露出佛的境界来，所以在这个法会上啊，因为在华严已经说过了吗？现在在法会上只好用自己说法的方式啊，整个说出我在前面呢已经说过，我就是这种人，你们应当要了知啊、了知佛是一个最究竟圆满人格的完人啊、所以呀、啊、用这个文字来表达啊、不是因为佛在那里自满啊，实际上就是把这个华严全部的道理呀、啊、用这么几句话把它表露出来。假如你把这一段话对照华严经，拿华严经来做注解看，那就行了啊、就不会觉得好像佛在哪里这个显露自己的这个情况。上面是正法合了，下文呢、啊、是最后能生所生，
前面能生所生就是大地与草木等，现在把它追合起来，追是前面在说在前面，现在说在后边，所以叫做追啊。而使无数千万亿种千万亿种众生来自佛所而定而听法，这几句话就是追合啊。无数千万亿种众生就是所生，大地所生的草木啊，来自佛所而听法，佛就是能生，就是大地啊。那法就是一语滋润一切众生啊。再往下，何能润啊？何这个能润所润啊？先何能润，然后何所润？如来于时，观世众生诸根利钝精进懈怠，随其所堪而为说法，这就是何能润。佛说法就是能滋润啊，好像天上下雨。如来就是佛，在那个时候观察当时来到的众生，他所有的根性是利是钝是精进是懈怠，随众生的所堪能而为说法。有人很精进，说法是他正常精进修行的功夫啊。有人懈怠啊，勉励他鞭策他，使他舍利懈怠啊，立根的使他赶快成就啊，这个断烦恼了生死成佛道，动根的也要慢慢的诱引他啊，指导他，使他去向于究竟涅槃啊。这就是前文啊，这个释教里面所说的所谓啊秘密不定啊，秘密叫秘密不定，显露不定啊。大家都知道彼此在法会中听法所了解所证悟的不一样，那是显露不定，各自所证彼此不相知，那就是秘密不定了。在这个法仪释教里面的两种不定啊，就在这个文字里面完全显露出来。智者大师判天台四教啊，化仪四教、化法四教啊，化仪里面的这个秘密不定与显露不定的两种不定教啊，就是在这个药草玉瓶的这些文字里面体悟出来的啊。那么众生的根性不同啊，那么佛的滋润的能润呢、啊、是平等的，没有差别啊。由众生的根性不同，所以以不定教的方式啊，使他个个都能得到佛法的利益。所以下文和这个所论，种种无量皆令欢喜，坏的善利啊。种种指众生的差别相，三朝二目千差万别啊，无数量那么多啊，使他都得到欢喜。无论哪一个众生听到佛法呀，没有不欢喜的啊。所以这就是所谓世界悉檀欢喜意啊。快的善利很快，这个快有两种意思，一种快速的快，听到佛法很快就得到见道，得到出国啊，这是很快很迅速的得到殊胜的这个正果的利益，这是快速。第二个意思是快乐啊，得到佛法的真实受用啊，他这个身心的快乐呀不可言喻，那是最殊胜最善最好的，所以叫做快的善利。善就是好，利是利益啊，很快速的得到得法眼镜的正果的胜利，就是最少见佛听法呀最少也证出果了那么大圣菩萨所证的境界更是不可思议。那么正果之后享受法乐，最殊胜最快最快乐，所以叫做快的善利那么就快速与快乐两种意义说明众生各个所得的利益不可思议。世诸众生闻是法已，现世安营，后生善处，一道受乐，亦得闻法。
这些千差万别的众生都来到佛的法会中，听到佛所说的法以后，是法，应机所说的法。每一个众生他自己时和他的根基，他所听到的法，个个都得到利益。得到佛法的利益之后啊，现世就是当时这一生就在现世就得到佛法的广大利益。那么这就是身上，这个为人师谈身上一，现在得到现在的殊胜好处，得到利益啊，那么现世就安隐了，安隐就是安稳，很安定啊，学佛不必学那些奇奇怪怪的，你不要听到这个有神通哦，会放光哦，以为是了不起，那个不是真正的，佛法不讲这些，真正的佛法就是按部就班，平淡无奇。所以禅宗祖师说，佛法者人人之脚跟下也，佛法在哪里？就在你的脚跟之下。这个话怎么说？你要脚打实地呀，脚打实地，一步一步，按部就班，一步一步来啊，不要贪求奇啊，不要好奇，好奇就会出错误啊。所以你只要按部就班的好好的去学习，那你现在就得到安定啊，心地很安稳，身心很安乐。如果你修学佛法觉得身心安乐，那才算是真正得到佛法的利益。假如你虽然是修学佛法，可是学得不正确，结果呀增加烦恼啊，甚至啊有好多不如意，那就是你学得不正确啊。例如有人呢听到这个受八关斋戒的利益很大那么就去受八关斋戒，受八关斋戒很好啊，这是对的啊，在家人学习出家的一天的这个出家界的生活很好啊。可是现在有人呐、在哪里组织做这个大规模的传授八关斋戒，也跟传三皈五戒菩萨戒的情况一样，大集会大规模的传，好了，弄得这些在家菩萨呀听到台南有传戒，就从屏东高雄甚至台中台北赶到台南去受啊，这只是一天一夜戒，好了，一个月跑了这么六天了，你看他还有时间做事业吗？好了，他的家里呀电都还吊起来啊，慢慢就要没饭吃啊，这么一来，他的家人说，你学佛学什么？学得我们的电还没吊起来这像什么话？那么如果学佛学成这个样子，那是学成烦恼了，那不是学佛，问题就来了。八关斋戒不是这样啊，这很简单的，你今天发现我今天受八关斋戒就受了嘛，何必这样东跑西跑？跑什么意思呢？那些大规模的应当是终身戒才是大规模传，三皈五戒菩萨戒可以大规模传，因为那是终身戒，受过之后不必再受，除掉你舍戒，不舍戒受了之后戒永久在身，进行受，最起码进行受菩萨戒，还是敬畏来敬，一直到成佛。那么八关斋戒这是一天呐、一天一夜啊，今天早上天亮以后，到了明天天一亮，这个戒就没了。为了这一天一夜戒，一个月六天，好了，你这个跑了六天，来回两天啊，再加上这个受的一天啊，三六一十八，一个月去掉十八天，剩下十二天工作都没有办法。那么如果你做生意啊，一个月关了十八天的门，你看你的生意怎么做啊？谁的还来买啊？每一次来看你的门都关起来，好了，算了，谁也不起来不去买了，那么你的生意自然就关门，那店都还掉起来那就变成这种情况，这是很大的笑话，天大的笑话。就现代人很奇怪，很喜欢弄这些奇奇怪怪的名堂出来，所以弄得大家学佛变成不安了，那就不安隐。所以佛法没有什么奇啊，只要你站稳脚跟，看看人家做的对不对啊，对的我们学习，不对的你不要跟他跑啊，牛他马跑啊，那一定是晚的
牛腿怎么跟马腿比呢？啊，这是世间的笑话。那么我们学佛必定要看对正确的方向来走，才不会走出问题来。嗯，当然我讲这个话有些人是不欢喜的，会得罪人啊，啊，但我不能不说。嗯，依法当说，不说不行啊。嗯，因为你学佛如果这样子学的话得不到安隐，我只随便举个例子而已。当然八关斋戒与这里没关系了，我是引出这个例子啊，来说明我们学佛现世是不是得到真正的安隐，是不是真的安定啊。假如你能够按照佛法的正规方向去走的话，绝对没有这些问题，很安隐，很自在，身心安乐。学佛法就要学到得到身心安乐，假如不能身心安乐，那就不算作真正佛法，佛法不是这回事啊！明白这个道理那就可以了。所以古代的许多禅宗祖师啊，人家去请教的时候，如果你说是奇奇怪怪的话，他就说佛法不如是啊，佛法不是安呢，佛法不如是，他不替你多说，佛法不是这个样子啊。你了解这个佛法的真正的原意，就是你现在学身心安乐，现世得到利益，现世安隐，后生善处，这个是一定的道理呀、啊、如是因如是果嘛啊。那么你现在既然好好的修学，将来你的善法增长啊啊。假如你修戒善升到天上人间，修四地十二因缘啊，成就声闻缘觉的果地，那么如果修六度万行将来成佛，那么你如果念佛到极乐世界，这是一定的道理，后生善处，随你心里所想的如法去修学，将来达成你的目标，如是因如是果，后生善处。与道受乐，学习佛法的这个菩提道，由此得到佛法的安乐，这个乐在佛法中得到真正的佛法的快乐啊，这个叫做法乐啊、与世间的乐不相同的。这个法乐呀，没有办法用语言文字表达的。那学佛，你看他是不是真正学到佛法，是不是对于佛法得到真实的利益，就看他有没有得到法乐。嗯，如果你真得到法乐的话，一道受乐，那就对了啊、嗯。那么这个人经常就有法好闻呐、啊，义德闻法啊、嗯。一方面亲近善知识，有法好闻，现在听法更方便了啊、哦，有录音带啊，说一次你可以听千万次啊、多方便了。不过太方便了，他会懈怠的，要小心啊，不要被他拖到懈怠去啊、那么。这个文法有两种，一种是有善知识可以亲近，时时得到文法，因为你都接近在佛法里面了；一种啊，你时时以佛法启发自己，啊，那么以道受乐就是文法，身心安乐就是文法，啊，不懂得佛法得不到这个安乐，这是以心闻，不是用耳闻，啊，既闻法已。离诸障碍，以诸法中任力所能见得汝道。既然听到佛法，依法修行之后啊，就能断除种种障碍。爱是阻碍呢，就是烦恼阻碍着我们去向无上菩提。你听过佛法，就懂得方法对治烦恼，那么就不怕烦恼的障碍。啊、嗯，在一切法中啊，任力所能。见得汝道，一切法指佛所说的一切法门，在这个八万四千法门当中啊，你选择一个法门的好好修学，一门深入，任力所能，就是任从你自己的力量可能做到的范围。如果你爱静修禅，如果你好动拜佛啊，或者是读经啊，你喜欢这个分别心大啊，老是要胡思乱想，那你最好看经或者是修素习惯啊。那么随你啊可能做到的范围啊，按照佛法选择一个法门的好好修学，只要是佛的正法，
谁修一法都能入道啊，八万四千法门门门可以入道啊，所以由此见得入道，见是慢慢去向。平常说顿顿超顿成顿悟，那只是约当下成就的那一念说，如果约他的修因论呢、啊、实际上论修行很难说到有顿，因为你没有过去的见修啊，今天就不会有顿悟啊，所以今天的顿呢、啊、是过去的见来的，过去不见修今天不会顿悟，所以无论你怎么样的顿超顿悟啊，都是先有见修，所以见得入道啊，楞严经里面所说的四须见修啊，啊，你虽顿悟啊，你可以顿悟，可是四相上要见次修行啊，才能够断烦恼。由此渐渐趋向于无上菩提道啊，那么对于佛法才能得到真实的利益，这就是何所论。众生不管你在哪一种法门，都得到佛法的滋润，好像在下雨的时候，三草二木个个得到滋润啊。那么滋润有差别啊，那么实际上在佛的能润的那边来说是没有差别。现在是越所润说啊，和前文的所润，所以众生个个得到利益。如彼大云，欲以一切会木丛林及诸药草，如其种性具足蒙渊，各自生长，这是提彼叠合啊，提出前面的比方来贴现在的这个法的意义，来把它合并起来显示啊。如好像前文所说的彼，前文所说的大圆密布啊，那么这个雨落下来之后啊，一切的种草会种兽木啊，所有的丛林并所有的药草，那么就是大兽小兽啊，三草二木，如其种性啊，具足蒙润，按照他各个自己的种性的啊体能都得到利益啊，各的生长都随他自己的这个能接受的范围都能生长，不会太多也不会太少。例如那个最小的草啊，地面上的那个小草，最小最小的草，它也要雨露的滋润啊，但是它受用很少，一点点就够了，有一点雨露就够，但不能没有啊，没有雨露它就不能生长。虽然是这么小的草，它一样得到滋润，就是人天圣呐、啊，也要受佛法的滋润，才能升到天上人间。否则的话，造三恶道的业，只有堕落。那么大草大兽呢，就不用说了，受润更多，啊，得利益就更大，啊。那么这就是提示前面的比方来贴现在的法义。所以所有的兽木药草都是按照它的种性，如其种性，按照它各个的种性啊，它的种子是属于哪一类，它的习性啊，性是属于哪一类，具足各个都得满足，每一种草每一种木都得到满足啊，蒙受雨露的滋润，叫做蒙润啊。天台宗有一位法师啊，他就用这个蒙润来做他的名字啊，啊，就是显示接受佛法的滋润，承蒙佛法的滋润呐、啊，得到佛法的滋润啊，受用很大，所以他以蒙润来做他的名字。由这个雨露的滋润呐、啊，三草二木各得生长，各个自己得到生长，啊。不会太多，不会太少，大兽大木照样得到滋润，也不会嫌少啊，小草也不会嫌多，正适合它的能力，
可能的范围而得到滋润，那么不多不少，那么佛法平等滋润一切众生，情况也是相同，那么随你的根性适合你修的，你依法修学必定能够得到佛法的利益。所以我们对于佛要有绝对的信心，您有绝对的信心，以这个信心为出发点来持戒修定，必定会开发智慧，三无漏学成就啊，才能断烦恼了生死。假如你没有决定的信心，那就没有办法入门啊，是信为入道的第一门啊，信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根啊，一切善根都是由信心而生长啊。那么佛说的一切法门啊，都是由你的信心才能接受下来，如法修学而得到成就的。前面是和无差而差，能生的大地无差，能润的大鱼无差，而众生的这个草木受滋润的情况，所生的大小有差啊。在无差别中显示这个有差别，就站在佛边说都没有差，都没有差别；站在众生边说各个受润不同，所以有差别。再往下的下文是和差而无差，法和吗？众生的千差万别受用不同当中啊，可是得到的究竟目标是无差的，这就是楞严经所说的。归元性无二，方便有多门，方便有多门，差别是差别相，归元性无二无差，个个都到究竟佛国无差。再往下的文字啊，如来说法一向一位以下，就是显示这个众生虽然有千差万别，但是啊，究竟成就。同样都得到无差别的究竟果的啊，那么就是说一切众生到了究竟目标啊，成佛没有差别啊，下手功夫不同有差别，究竟成就佛国无差别。前面是说无差别中有差别，再往下要在差别相中显示究竟无差别。究竟无差别就是人人究竟成佛，既然人人究竟成佛就是没有差别，没有差别就同归一时，那就是会全归时啊，会三归一。这后边真正的会全归时的道理呀、如来说法一向一问以下我们留到下次再讲，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啊，下回。
我在网络先进的时代，仍然追求视觉上的冲击。不少人会分享与宠物互动的影片。这天，我也登上了网络，即将表演的是一场喂食秀，而我即将成为饲料，被一只巨蟒把玩。眼前的巨大利齿是我最后的记忆。透过大师傅的接引，我来到了天堂。这里有许许多多不同遭遇的同伴，因为这里的慈祥安和，大家都过得很开心，而且这里的一切似乎都是真的，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天堂哦。爱的传达不需言语。在澳洲墨尔本，有一对夫妻养了一只名叫兔兔的黑色小兔子。老公，要不要喝点咖啡呢？好，谢谢。老婆，兔兔从你后面跑来了。兔兔，怎么了？你也饿了吗？好的，来，我拿些菜给你吃，很好吃的，多吃点。兔兔吃得真快的。老公，我觉得我们兔兔是通人性的，你觉得呢？是吗？我只听说过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要说通人性的兔子，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呢。这夫妻二人和这只名叫兔兔的小黑兔，就像家人一样的生活在一起，一起吃饭，一起玩耍。兔兔就像他们的家人一样生活在一起的。兔兔好乖哦。兔兔，我想睡了，你也回你自己的床去睡觉吧。兔兔它就是通人性。然而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情说明了人类最好的朋友除了狗之外，可能还要把兔子也加进去的。这件事情发生在某天的清晨，就在夫妻两人正是熟睡的时候，厨房意外的失火，并传出阵阵浓烟。这时，男主人听到有东西在敲房门的声音。什么声音啊？怎么回事？你听，这是什么声音？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敲我们的房门。我下去看看。兔兔。兔兔，你怎么跑来了？什么味道呢？啊，好大的浓烟啊！兔兔，我们快跑！啊，不好，着火了！厨房整个都烧起来了！快跑，快离开这里，火太大了！跑快点！
虽然经过抢救，不过火灾还是造成房子几乎烧毁一半。火已经彻底扑灭了，不过你们的房子有一半已经被烧毁了。哦，天哪！没关系，至少我们都没事，房子重新再盖就好了。是啊，你们能顺利地从火场里逃出来，那已经是万幸了。这次多亏了兔兔，是他把我们从睡梦中叫醒的，我们才能从火海里逃出来。你是说是这只兔子把你们叫醒的？嗯，是他救了你们的命，真是太不可思议了。火灾过后，夫妻俩也开始重建家园，并且还好好的慰劳了这只救了自己一命的兔子。人们都说，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因为狗知道感恩，甚至懂得保护主人。然而，在这个故事里，救人的主角却是一只小兔子。所以说，任何动物都是富有感情的，也都是知道感恩的。护持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Thank you.